ステリーゾーン。啊，鲑鱼竟然同时还有开哦！哇，今天还真忙。哎、欸，伊达的颜色不一样哦，最后那个回眸一笑还真不错。哇，超可爱！肥仔。啊，第一场没有 run 到 Mystery Zone， 干，果然有小音箱。哇，好恶心，番茄酱颜色的北斋。剑剑飞回去了，孬！哎、欸，竟然有新歌哎、欸！哦，这就是 Mystery Zone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地面在震动？哦，是要移动，我还以为要掉下去。哦哦，差点！
我们又是同一个人。当走位，耶！哎呀，我死了。竟然打到两个人，对 ，nice， 炸弹打到人，哇，怎么这么多人？诶，又跟自己人打，奇怪了，选美乃滋的人不是比较多吗？自己掉下去了，我还以为我要打到他。哈哈。
竟然死掉！哎，这个会不会太夸张？都被打到家里去是怎样？ 猎枪真的很讨厌。 自己人打自己人。 灾相杀。
OK，OK。叉二。帅耶、yeah! ！最后输掉了，去，但还是永远的了。哇，又是自己人打自己人。这样就把 face 给打完了。永遠の決着がある。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